其他考点 other 的用法。other 它是一个形容词，中文叫其他的。可是我们比较喜欢考的是另外四个的延伸字词。another, 另外一个。others, 另外一些。the other, 最后一个。the others, 最后一些。基本上这四个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有 s 代表是复数。那如果有 the, 如果你前面有加上 the, 你就记得那个 the 代表叫做剩下最后的全部。它只要是今天这一群当中剩下最后的全部，你就帮我加一个 the。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例句。Number one, the boy finished his cake and asked for another. 这个男孩吃完了他的蛋糕，并且要求还要另外一个。Number two, if your left hand is dirty, you can use the other. 如果你的左手是脏的，你可以用剩下最后的那一只手，因为一个人只有两只手嘛。Number three,There are three students. One is boy, and the others are girls. 有三个学生，一个是男孩，剩下最后的那些都是女孩。Number four. Some cars are red, and others are blue, but I like the black ones. 有些汽车是红色的，还有些汽车是蓝色的，但是我比较喜欢黑色的那一些。OK, 也就代表你只要帮我确定一件事情就好。Other 的用法只是在于有 s 是复数，加上 the 就代表剩下最后的全部。继续往下，我们有一个额外的片语，称之为叫彼此，称之为叫 each other, 或者是称之为叫 one another, 这两个中文都叫做彼此哦。我们看一下我们的例句一。Number one, John and Peter are talking to each other.约翰跟彼得正在和彼此讲话。Number two, John, Peter and Bob are talking to one another. 约翰、彼得跟 Bob 他们正在跟彼此讲话。这两个的彼此最大的差别是在于，第一个的彼此叫做两者之间，约翰跟彼得两个人彼此说话。可是第二句他称之为叫约翰、彼得跟 Bob 三个人彼此之间。换言之，两者的彼此我们用 each other,